同学们好，刚才咱们写了这个前台的分类是吧？前台分类以后写完以后，比如说我点击一个大一封一，点击进去，是不是就跳到这个列表页了是吧？你看列表页，然后列表页这个分类跟这个分类用法是一样的啊，跟这个咱们这个写法是一样的。你也可以使用是用这个阿雅克斯去取啊，到这里面去写。到后期我们会用这个 Reduce 去优化的时候。会教大家怎么去用这个 Reduce 单独封装啊？你可以用这个阿雅克斯直接去调用这个控制器，得到这个分类，然后再把它呈现起来。也可以直接使用这种，刚才我写的这种方式啊，都是可以的啊。好，首先你看啊，当我点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分类的 ID 传过来了？你看是吧？是不是把这个分类的 ID 传过来了啊？你看这个 ID 为626，代表的是这个服装分类 ID 为26的。好，那我们来写一下，比如说我去获取一下这个分类的，比如说大 M 是吧，然后查下表，查哪个表呢？查一个，先查一个 goods 里面的一个，比如说一个 goods 表吧，是吧，先把这个查一个 goods 表，然后到了 M 调用一个 where 条件是吧， select where 条件是什么呢？是不是它的这个分类的 ID 是不是叫 TID 啊？ TID 等于一个点到了下划线 get 里面传过来的一个 ID 是吧？然后除了一个 TID 它的分类 ID 还有是什么？比如说你看啊，比如说我点击这个一个女装过来啊，女装过来是不是这个大一封一的一个上一级分类啊？我点击这个女装过来它也要能查询到啊，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筛选条件啊，只要点击这个女装跟点击大一封一是一样的效果，都能查出来啊。所以怎么办呢？这里应该是 TID 等于过来的 ID， 然后没完啊，然后 OR 或者啊，或者一个叫什么叫 TPID 吧， TPID 等于一个点到了下划线 get 传过来的 ID 啊。这样的话咱们不管是使用这个传过来是一个 AD25 还是20，都能查询到这个数据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接收一下它的 date 是吧，比如说刷新一下，你看啊，然后大一封一有数据是吧，大一封一是有数据的啊。然后比如说我查这个西装没有是吧，然后我查这个男装，比如说我这里应该写一个，找到这里啊，往下拉，这里没写是吧，比如说我把这个拷贝过来，把它替换一下啊，好了，哎，刷新一下，比如说我点女装过来，你看女装是有数据的是吧，是吧，然后我点这个男装没有啊，这样的话只要我点女装就会把女装下面的所有的三条数据，你看是不是一条只有两条是吧，整个里面就两条数据，而且还是一样的啊。这样的话我就把它关联上了啊，不管我点女装还点这个大一封一都能得到这个数据。好，得到以后咱们这里还是啊，把刚才这句话拷贝过来啊，以免做调试的使用。得到这个数据以后，咱们先不用打印。同样的啊，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的数据，咱们只需要一条啊，只需要一条，所以咱们到这个详情页找到这个数据，详情页在这里，列表页啊，列表页，把它先关了吧。找到数据在哪呢？咱们直接搜索一下，比如说搜索一个529是吧，这个你看第一个529，从这里开始叫从哪一个呢，从529，感觉是从哪一个开始呢，应该从这里开始，感觉
是吧？搜索一下。是吧？上一个，好像这个也有，从哪一个？这个好像是这个吗？比如说，我把它拉过来，这个啊，咱们只留第一个，只留这一个啊，其他全部删掉，比如说全部拉过来。全部删掉，你看，刷新一下，下面就少了啊，真的好长好长的，好，删掉，一直往下拉，刷新一下，是吧？没完啊，还得一直往下拉。删完，继续，只留一个就行了啊。好像用完了吧？刷新，还有，还有三个是吧？留一个啊。好，就留这个啊。下面这个是图片是吧？主图的话，你看刷新一下，主图的话其实就是第一张，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张当主图啊，然后把它命令出来。比如说这里一个 foreach，然后到了 date 里面的是吧？is 到了 date 啊，是吧？这里要分配一下啊。到 date，然后这里是这里 for each 结束啊，好，应该是两条数据，你看两条数据是吧？然后第一步是把这个名字替换一下，比如商品的名字，在商品的名字叫 good lemon 是吧？这里啊。到了 date 里面有一个 good lemon 是吧？把它进行替换一下。好，刷新一下，是吧？然后再把这价格替换一下，价钱是。叫什么的价钱啊？价钱显示的应该是原价啊，比如说应该是原价应该是这个吧，CUR，看一下后台，原价，是吧？原价是这个，成本价、市场价是吧？展示价格，就写一个吧，CUR PRSAE 是吧？刷新一下，好，这就拿到了啊。拿到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把咱们这个图片这一块。再给替换一下，图片的话，咱们这里也要写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图片，
这个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吧，图片它这里传的是四个文件 ID， 这里的文件 ID 啊，你看这里放了图片的地址，是吧？我把这个图片表跟这个商品表给分开了，所以这里存的是四张图片的 ID 啊。那么怎么取呢？我们来取一下，比如说，我先获取一下这个，forage 啊，先把它编辑出来，每编辑一次的话，dollar way 啊。每编辑一次的话，我得到 dollar way 里面的叫什么呢？叫图片地址啊，叫 image path 是吧？这是什么？这是图片的地址是吧？然后得到四个 ad，四个 ad 我把它用字符串分割成 ad 啊，用字符串分割。比如说有一个 x plot，用字符串进行分割。然后返回的是一个数组是吧？返回的是一个数组，比如说到了 date 里面的 image 是吧？返回数组 ad 啊，得到的是一个数组的 ad，数组的 ad 我再用这个数组 ad 去查询，比如说这里实例化一个到了 a 等于一个大 M 里面的，叫 good 下面的 fails。好，实例化这个 AD，每次循环都得到一个 AD 是吧？我们输出这个 AD 看一下，看有没有错啊？一点点调试，刷新一下，有问题是吧？它是一个数组，把它顺序调换一下啊，好，刷新一下，好，得到了啊，你看这样是不是得到这个图片的 ID 了啊？得到这个图片的 ID 以后，然后咱们查询一下，比如说到了 A，调用一个select 方法，然后无外壳电视里面的 AD 等于什么？是不是等于这个到了？image 里面的 ad 啊，是吧？得到结果，比如说我这里封装一个，到了 date 里面的 image，这是 ar a1 啊，隔空数组，这是图片的名字的名字，也是一个数组啊，然后每循环一次，让它ARAY push 压入啊，从后站摸压入什么？加入到这个 data date 里面的，没得到的结果啊，image。好，合并两个数组，合并两个数组，这里我不用所有查询，我用单条查询，每次查一条就行啊，因为循环四次查四条。查四条以后，把它放到这里面去。最后我打印这个 dollar date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得到啊？AR push dollar date，归尔条件，然后这里放在 image，刷新。他说这个是有错误的，我看下哪里有错误啊？哪里有错呢？我们打印这个 image ID 看一下啊，image ID 看一下啊，开始，好，看一下刷新，它这里是个数组是吧？数组，然后数组。哦，不可能啊！你这里不能用 AD 等于这个 Emerge ID 啊，这是错的，因为这个 Emerge ID 它是个数组是吧？所以我们这里还得写一个 Emerge ADA，然后 as 里面的 ADA 是吧？VAD 啊，这里把它拿过来，
你等于 VID 啊，又每循环一次是吧？所以这里 push 重新啊，好，打印一下这个 date 看一下，刷新，这里啊，你关掉，刷新一下，他说这个没有定义。不对呀，这字段应该是有定义的，是吧？也没写错，可能是哪里写反了，顺序写反了。然后第一次过来 emerge 过来，这里是没错的。第二次过来啊，这里啊，这应该放到里面去，放到里面去啊，因为他第一次进来是有，但是第二次进来就没有了啊。好，刷新看一下，好，OK 啊。然后得到了这个图片的地址，我看一下图片地址，怎么是放在这里了？是吧？他把它跟并集了，并集的话，我们这里得写一个，比如说 ARAY 里面一个 ARAY 空数组，把它重新加入一次啊，因为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这个是吧？啊，是这个结果是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看一下啊。如果是说我这里给一个 dollar k dollar k 啊，你给个 dollar k 里面的，看这样会不会有效果啊？刷新一下，不行是吧？好，咱们这样写吧。比如说，这里再来一个 push，push，ch，然后到了 ARAY，然后里面有个 date，或者说，就给个 date 吧。啊，压入的数据，每循环一次，这里的每压入一次，这里再压入一次啊，刷新一下。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成功啊？还是没有压入进去是吧？没有压入成功，是哪里呢？因为你看啊，它是直接把它压入到这个并排里面去了，等于是一个索引栅了是吧？所以看一下这有没有写，哪里写有问题呢？是吧？ARAY，这里是 dollar date。不对啊，因为我这里是 for each 循环已经把它赋值为 dollar way 了啊，我再用 dollar date 等于是没有循环，所以我这里把它改一下，就是 dollar way 里面的是吧？这里改成 dollar way 啊，这里改成 dollar ARAY，好，刷新一下。好，这就 OK 了啊！你看，第一个把它合并到这个数组里面去是吧？然后这里是零，比如说这里获取一个 $mh 里面的，再刷新一下啊！第一个是零是吧？看一下，你看得到四个是吧？把这个 AD 也给带过来了是吧？咱们不需要 AD 啊，因为这图片的话，咱们只要图片地址就 OK，不需要 AD 啊，也不用顶级什么的，所以把这个 AD 去掉。AD 去掉的话，这里加个字段，比如说，是吧？只获取字段，刷新一下，写反了啊！获取字段，刷新一下。哦，这里是 ARAY 是吧？改一下，刷新图片地址啊，图片地址拿过来，这里的话就应该是，比如说，看一下啊，看一下零里面的
没有一级啊。你看图片地址，直接是绝对路径啊，这是绝对路径，所以我们自己直接把地址换一下，到了 image 里面的叫 file pptth，好，刷新一下，有问题是吧？image 里面的。看地址是不是写错了？没错啊。到了 date 里面的 image 啊，image 啊，好，刷新一下，咋没显示出来了？把它去掉啊，是有的啊，你看啊。是吧？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没显示出来呢？是哪里有问题啊？哦，少一个什么？SRC 是吧？拿过来，刷新一下，你看地址是不是有了，是吧？你让我切换啊，默认的话就以第一张为主图，是吧？第一张，所以的话咱们只要把第一张放在这里，拿过来，默认第一张，第一张的话就不需要了啊。比如说，一个 dollar date 里面的这个，是吧？默认第一张就是零呗，啊，默认第一张就是零啊。刷新，有错误。dollar date emerge 里面的为零。dollar date emerge 里面的零，有错误，这样写吧。其实不需要循环啊，这里还要加一个啊，叫 file pith 是吧？刷新。你看，默认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主图，是吧？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也算成功了啊。然后下一步就是把这个你加一个 A 链接，然后点击过去，你看，点击过去再把这个 AD 传到这个详情页就行了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你看，details 是吧？你把这个 AD 传过来，然后再把它编辑出来，这些都不用教了啊。因为你看这个放大镜的这个，是不是跟咱们这个一样呢？是吧？这个一样的啊，所以没什么写的。然后还有这里还有个就是枫叶我也不写了，因为我问过很多同学，他们都说这个枫叶他们会写。另外就是一个搜索一样的啊，用一个模糊查询或者用一个更简洁的一个方式，自己检索索引也行啊。然后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可教的了啊，基本上大体就是这些啊，这些只要把这个后台那些东西给编辑出来啊，编辑出来就算成功了啊，这些东西。然后下一步啊，下一步咱们把以前写那些 bug 稍微优化一下啊，因为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啊，咱们一点点去优化一下，是吧？好，那这节课也到这里结束了啊，然后下节课咱们最后一节课咱们优化一下这些代码，好吧？好，感谢大家，谢谢啊。